大家好，欢迎收看港湾播报，我是主播 Fanny。 今天是温哥华当地时间11月28号，以下是我们今天的新闻。北京时间2018年11月2号，中国人大网发布消息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将于2019年1月1日起正式生效。对于加拿大华人来说，直接相关的条款是对税务居民定义的变化。税务居民的概念将从原来的在中国居住满一年改为在中国居住满183天。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或者无住所，而一个纳税年度内在中国境内居住满183天的个人为居民个人，其从中国境内和境外取得的所得依照本法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这意味着不论是中国公民还是外国公民，只要一年内在中国居住满183天，就认定为中国税务居民。只要你是税务居民个人，你无论从中国境内还是境外取得的所得，都需要依照新个税法向中国缴纳个人所得税。如果你在中国境内无住所又不居住，或者你没有住所并且一个纳税年度内在中国境内居住不满183天，这样的人属于非居民个人。但是非居民个人并不意味着不缴税，只是免除缴纳境外收入所得税。如此，在新法的框架下，很多空中飞人家庭将从此面临中国和加拿大两国的双重征税。如果已经在加拿大缴纳的所得税，按新法规定，可以从其应纳税额中抵免已在境外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税额，但抵免额不得超过该纳税人境外所得依照本法规定计算的应纳税额。这意味着，如果纳税人在加拿大工作，就需要看在加拿大缴纳的税款与中国税法下的所得税差值是多少。如果差值完全抵消，那么你仍需要向中国补交个人所得税。而且自2018年秋天开始，中加两国已开始交换税务和金融财务等信息。中国已正式加入了 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在交换信息后，中国政府能够知道税务居民在加拿大的收入情况。按照协议，中国政府可以从加拿大获得所需机构与个人的金融信息，具体细化到银行账户信息，甚至是转账交易和账户余额等。这一改变将是巨大的。交换信息内容包括海外机构账户，包括存款机构、托管机构、投资机构、特定的保险公司在内的金融机构资产信息、存款账户、托管账户、年金合约、现金保值合约、持有金融机构的股权、债权权益、账户内容、账户及账户余额、姓名及出生日期、税收居住地、年度复制或计入该账户的总额。所以这一信息交换实施之后，对于中加两国税务局征税那是相当利好了。在这框架下，个人及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金融银行账户都是监控的目标。独立机构电讯电视服务投诉委员会 CCTS 发布其2017-18年度报告，旨在该年度中，当局从电讯或电视用户接获并受理的投诉多达1.4万宗，较去年提升57%。最常见的问题都是过去十年所见的老问题了，如服务逊于预期和与账单收费有关。被投诉服务大部分针对手提电话及互联网。CCTS 专责解决电讯及电视服务的用户对供应商的投诉，而处理电视投诉的权利则从去年九月起才获扩大。委员会专员马克尔于年报中表示，当局可处理电视投诉后已预计投诉数字会上升，但没想到升幅会多达57%。他指，顾客会与服务供应商沟通，但往往发现真相并未如他们预期的情况，这造成账单问题、意外的收费或数据有限制。这就是供应商提供的服务与顾客的预计不符。 CCTS 处理投诉有程序，收到投诉后会先进行评估，决定是否受理，然后进行非正式解决程序，部分需要进行调查，当局继而做出建议和解决纠纷的决定。报告指，投诉手机服务的数目最多 41.5%， 而主要的问题是与账单及合约纠纷有关。互联网服务是第二最常见的，占 29.2%， 所涉及的问题亦包括账单及合约纠纷，亦有不少是对其服务供应表示不满。至于电话及电视，分别占 17.4% 和 10.6%。 余下投诉涉及长途电话、供应商接线生服务和电话查询等。报告提及，被投诉的问题主要分四方面，而与账单有关的占 40%， 合约纠纷有 35.7%。 另外两项主要问题是服务供应及信用额管理。当局指，在上述投诉中有3539宗被指违规，属需要及经调查后证实违规的数字是111宗。
在该111宗违规个案内，有41宗都与账单问题，当中以数据超额收费上限有关，另外28宗是属于合约及相关文件的违规。最常见是供应商未有指定时间内提供合约副本及合约内容条款的问题。加国三大电讯商遭到的投诉名列前三名，其中Bell被投诉的数目最多，达4734宗，较去年多 45.8%。1449宗投诉 Rogers， 按年升增加 34.4%。Telus 被投诉个案有944宗，增幅 49.6%。Bell 回应媒体，并将问题指向几乎所有供应商的投诉都上升，对电讯供应商的整体投诉每年都有增加，这与 CCTS 任命扩大和用户加强关注服务有关。Bell 已提到，公司放在前线服务团队和支援系统上的投资，在顾客服务表现上带来产生正面的影响。Rogers 客户服务高级副主席 Eric 则回应，公司是一个投诉都太多，并愿听取顾客反应来继续改进。Telus 称，他是全国性供应商中收到投诉最少的一家，只占总数的 6.6%， 又指大部分的投诉都能在当局进行调查前获得解决。11月26号，美国 FDA 加速批准了一款精准抗癌药物 Larotrectinib 的上市申请。这款传奇抗癌药针对肺癌、甲状腺癌、结肠癌等17种癌症有效，可用于治疗部分肿瘤无法切除或已经转移的晚期癌症患者，有效率最高可达 80%。 这款不分癌症类型的广谱抗癌药的出现，开启了肿瘤治疗的新篇章，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让部分本无药可用的肿瘤患者的梦想终于照进了现实。对于医学界而言，这无疑是个重磅好消息。这款药物由拜耳和 Losol Oncology 共同研发。据综合世界医流、全球肿瘤医生网等媒体的报道，2018年2月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的临床数据显示，针对17种肿瘤的传奇抗癌药 Loso-101 研究数据公布，有效率 75%。从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位极晚期的肉瘤患者，肿瘤已经快要填满双肺，经过 Loso-101 治疗12周期，肿瘤几乎完全消失。在今年10月召开的欧洲肿瘤内科学会年会上， Larotrectinib 刚刚公布了一组神乎其技的临床数据，54位 NTRK 融合的患者使用治疗后， 17% 的患者肿瘤完全消失，有效率高达 82%。德克萨斯大学西南分校的研究人员表示， Narotrectinib 在一期临床试验中 93% 的儿科患者有效。2016年，13岁的 Brenna Ayler 经检查发现腹部长有一个罕见的肿瘤，包括在他的主动脉周围。 Brenna 参加了 Larotrectinib 的一期临床试验，几周之内他的腹部疼痛和肿胀消失，扫描显示他的肿瘤显著缩小。将近两年后， Brenna 重返学校。神奇新药适合哪些癌症患者？据报道， Narotrectinib 本质还是一个靶向药，针对的是 NTRK1、NTRK2 或者 NTRK3 基因融合的肿瘤患者。也就是说，凡是有这三个基因融合的患者，不限癌症类型，都可以考虑使用 Narotrectinib。对于特定患者来说，这款药的效果惊人，但是患者最关心的价格又如何呢？拜耳表示，口服胶囊形式的 Narotrectinib 每年药费约为近40万美元，这一价格对于患者来说堪称天价。某些儿童患者的口服液体制剂为每月1.1万美元。不过，拜耳同时表示将会帮助患者支付药费，大多数患者每月自付费用为20美元左右。此外，如果患者负担不起药物，由拜耳资助的慈善机构将免费提供该药物。拜耳还承诺，如果患者在治疗的前三个月没有显示临床益处，他将退还费用。拜耳表示，药价高昂的原因主要是因为 NTRK 基因融合非常罕见，而罕见疾病的药物通常都很昂贵。如果不是这样，没有人会倾尽全力去开发它。目前 Narotrectinib 已经获得批准，将很快在美国市场上市，同时目前也在等待欧洲药品管理局的上市批准。 FDA 局长表示，对于这款药的加速批准上市，标志着治疗癌症的疗法从基于人体起源组织向基于肿瘤遗传特征转变的重要一步。我们现在有能力让合适的患者在正确的时间获得匹配药物的治疗。加拿大公共卫生署更新了11月早些时候发出的有关5个省爆发沙门氏菌疫情的警告。
最新消息称，与这次疫情有关的病例又增加了5例，但是5名患者的具体省份还是未知。最初爆发的沙门氏菌疫情导致加拿大 BC 省、阿尔伯塔省、萨斯克彻温省、马尼托巴省和魁北克省的90人患病，人们认为这与英国黄瓜有关，其中还有50例实验室确诊的婴儿沙门氏菌病例。加拿大公共卫生署表示，他们看到报告的病例数量有所下降，这表明疫情似乎正在逐渐平息。公共卫生署表示，会在第一时间更新污染源信息或者是调查结束的消息。沙门氏菌感染的症状通常在接触受污染产品6到72小时后开始，包括发烧、发冷、腹泻、抽筋、呕吐和恶心。据卫生署工作人员的消息，大多数因感染而患病的人将在几天内完全康复，不过个人感染的时间可能长达几周。婴儿、儿童、老年人、免疫力低下的人最容易感染与沙门氏菌感染有关的严重疾病。我们很难知道产品是否被沙门氏菌污染，因为沙门氏菌是看不见、闻不到、尝不出的。为了减少沙门氏菌感染的风险，卫生署工作人员提供了以下食物安全 tips。一、在接触新鲜农产品前后，用肥皂和温水洗手至少20秒。二、切掉新鲜农产品上任何破坏的地方，因为有害细菌可以在这些地方繁殖。三、用新鲜凉爽流动的水彻底清洗新鲜农产品，削皮吃也要这么洗一遍。四、不要将新鲜农产品放在水池里面浸泡。五、使用干净的刷子刷洗表面坚硬的农产品，如黄瓜、橘子、瓜类、土豆、胡萝卜。六、使用不同的砧板处理不同类别的食材，准备一块农产品专用砧板，准备一块专切生肉、家禽、鱼和海鲜的砧板。七、将削皮或切好的水果和蔬菜放在一个干净的专用砧板上。八、用纸巾对厨房用品进行表面清理，或者是每天更换抹布。九、准备食物前后清理厨房台面、砧板和厨具。温哥华市政府周二发布新闻公告，建议明年加地税4.9%，高于今年的4.24%的升幅。市府称，加地税主要是为了应付基建、新推出的省府税项、通胀以及薪金成本等开支。按计算，对于房价处于中价位的独立屋业主而言，明年将要额外支付108元的地税。市府解释，加幅中的1%用于支付基础设施更新工程，另外的1.7%增幅用于支付省府新推出的雇主医疗税所引起的新增费用，2.2%的加幅用于应付现有服务的通胀和薪金成本，以及为维持和改善服务提供新资金。建议中的4.9%地税加幅对于房价处于中价位的独立屋业主而言，根据物业估值180万元计算，明年将要额外支付108元的地税。房价处于中价位的分期物业业主，根据物业估值70万计算，则要多付41元的地税。商业房产处于中价位的业主，根据物业估值90万元计算，则要多付193元。市府称，与大温地区其他城镇相比，温市的地税增幅低于平均。另一方面，市府职员亦建议增加公用设施费8.7%，以应付公用设施项目的支出上升。市民可在温哥华市府网站查阅完整的2019年预算草案，该份预算草案将在12月11日在市议会特别会议中提出，市议会将在12月18日对2019年预算草案进行表决。感谢收看港湾播报，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新闻，我是主播芬妮。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再会。